Yeah, yeah, yeah. Wow, 吃饭，吃饭，吃饭。Yeah. Wow, because we have guests. Wow, I can't. Normally we're just like. I know. Wow. 你们来了，我们伙食变好了。随便坐吗？先坐吧。OK。Why? I'm shy, bro. You're shy? 他说他害羞了。I really why? What do you mean? Nah, dude. You know, this is the thing. When you shy, you gotta break that barrier. So you gotta sit over there. No, I'm not gonna break today. You know. Don't be shy. No, I'm not gonna break today. You know. 就刚刚我进他们两个房间就是很小。内容就是九六九六零零九七。Oh no！ Okay. 我就有一种想回家的感觉，有没有？就是我们是老姐姐是吗？对。对啊，是啊，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聊年龄问题，我们这个节目，我们这个节目不聊年龄问题，就是姐姐们一来，马博先就开始状态就变了，真的吗？平时吃饭的时候就是，真的，真的那么丧啊？你们平时 ？I mean， 嘿、hey, ，有没有我们来让你们很开心？不一样了，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你看今天两个姐姐来状态不一样的有谁啊？马不仙不一样，小五哥不一样。小五哥平时话剧多的，今天不是话。我一直在说话，我在房间一直在说话。啊，一直在说话。你也要说。哎，你们就自己来哦，选择。不管不管。你也有问题。你也有问题。腿软了。No。No。他真的有问题。他真的有问题。你是北京烤鸭还是烤什么？哎，我俩一起吃。他真的有问题。哎，别这样。哎，发现 Sammy 有问题，他平时不吃中国菜，在姐姐面前他要吃中国菜。嗯嗯，哎，都变了，在这里都变了，所以都变了吗？都变了。别说你先变的。明白。对不起，我就要帮他们加点食物。对不起，没事。啊，太紧张了。他问你想吃什么？哦，自己来就可以了，谢谢。自己来。OK， sit down。OK。北京烤鸭吃，多吃点。哎，这是他妈的。那个麻烦了是吧？这是我的，他给我的。就在他们面前。他有点。给我加菜是这意思吗？对，你想吃什么 ？I want that。只是那么一碗。I want that。直接一碗，全部拿去。马不先别笑，你今天吃个喝个可乐，你都面带微笑干嘛？山楂。是可乐太甜了是吗？哎，我真的发现那种无糖。你不是喝了无糖？无糖真的很甜。哎，真的比神秘。艾瑞克脸红了，啊？哥，你怎么了？你饿吗？我饿啊！什么东西啊？他也开始 delay 了。大家的脑袋现在都有点 delay。是吗？但是我还饿。你看马文轩已经停不下来了。你是感觉到了压力吗？没有没有没有，他很轻松，特别轻松，特别轻松。破音干嘛？破音吗？特别轻，特别轻。嗓子哑了，昨天刚问完嘛。嗯，他让我们来，你们还是很开心的嘛。开心啊，因为是个十个男生的节目，但那个嘴巴已经弯不下来了。你干嘛了？今天中风了吗？他懂，他懂，对，他懂吗？激动。马不前，别笑了好吗？你是中风了是吗？还是今天被点了穴？你刚才跟我聊天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聊啊？我发现你比我想象中的活跃很多。嗯，哦，他刚才很，对对，他刚才很严肃，只聊音乐，对，这样子。他平时不没那么嗨的，他今天也有点不一样了。今天最不一样的就是你，我看出来了。聊音乐，不是一开始也不熟嘛，不是很紧张嘛？他动不动就，但我们可能确实刚开始太认真了。最认真就是从你开始的好吗？真的吗？我都能想象到马博先怎么跟别人聊，可是 you know what？ 没有，本来跟我说的是，哎，就早上就大家就是随便聊一聊啊，星座啊，是不是？早上没有一个人跟我聊这个。那我们现在聊一下星座吧。你是什么星座，马博言？你觉得我是什么星座？你怎么突然？你怎么突然那么激进？你还抛媚眼？你对，你看他有，我也看到了。我觉得没有，这应该不是背对。求求各位。
位大哥，这一段一定要剪下来。从来没见过你这么高兴。你刚才那个，你再来一次。你刚才是，那你看我是，我做不出来了，现在就要重来。没，算了算了，这一趴咱们剪掉。OK 啊，一定要播出去，一定要播出去，求求大家，跪求大家。哥，你知道吗？你刚才，哎，你不是哥，就是你那一段已经有那么油腻了，你知道吗？